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我们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两种迪士尼公主奇趣蛋玩。先看这一枚，哇，包装上面的美人鱼公主好漂亮啊！这边还有四位公主，给小朋友们介绍介绍：梅达利公主、贝尔公主、睡美人、茉莉公主。打开看看吧。一张迪士尼公主贴纸，哇，上面都是闪闪发亮的迪士尼公主，哇，真漂亮啊！贴在包装上面试一试，啊，看。这是哪位公主呢？哦，是睡美人。拆第二种迪士尼公主奇趣蛋，上面也有四位公主：睡美人、贝尔公主、梅达利公主，还有白雪公主。来看看好玩的，上面有贝尔公主，这是一个胸针，后面有别针，可以把它佩戴在身上，女生戴上了它一定会更加可爱更加漂亮的。还有梅达利公主贴纸，奇趣蛋里有笔筒、戒指、小梳子、相框、钥匙扣，还有好多小玩具，都是关于迪士尼公主的。有一包糖果，再拆一颗紫色的，小朋友们想要拆到哪一位公主呢？看看是谁呢？是梅达利公主。她还围着围巾呢。一张贴纸。再拆一颗。是美人鱼公主胸针，是胸章。啊，美人鱼公主特别漂亮。一包糖果，贝尔公主贴纸。好，再拆一枚。先看玩具，拍拍圈。哇，
上面只有一位公主，哇，画得特别漂亮，这是我们的梅达利公主。又可以戴在手腕上面，又可以当做玩具玩，好玩又实用。一包糖果，贝尔公主贴纸，再拆一枚，又是一个公主拍拍圈，上面有两位公主咯，睡美人，还有这是谁呢？我们的茉莉公主，对吧？啊，她们真漂亮啊，特别特别美丽。一包糖果，又是贝尔公主贴纸。小朋友们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喽，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我，订阅我哦，拜拜。